各位，为什么起那么早？我今天要去打怪兽。去啊！没有，今天去考驾照，再次征战一下这个驾校。这次呢非常轻松，没有一点压力。团队的小伙伴叫我玩刷题，拍点视频，拍了一段视频。Hello， 朋友们，熟悉吗？这个场景？但是我并没有刷题，为什么？万一科三都没过，那不就是白看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不刷题了。没过，哎，就不用浪费时间了。过了，那过了再说，好吧？而且我觉得跟那个驾校挺有缘的，可能还得再去两次吧。所以我昨天就睡得特别的安心，昨天就直接回去就睡觉。哎，就是说完全没有一丝想到科目四。今天呢，就非常轻松的去考个科三。心情轻松一些，可能过的机会大一些吧，应该会。这次我就搞好步骤，这次上车先把身份证给他对好名字，开始考试。我就下车上去找那个按钮，按完了上车，安全带系上，哎，先不要启动，这次不要启动，上次直接挂上就走。这次先考灯光，开启远光灯，开启关闭远光灯，关闭远光灯，关闭所有灯光，关好。后面考试开始，我们开始考。选左右两边路，你看这背背得滚瓜烂熟，今天不过真的是也有可能的。我先不把话不放那么满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今天为了考试我准备了什么，你想都不可能想到。虽然咱们崇尚科学，但是我今天本命年我还是穿了个红色的裤，可以给我马赛克一下，红色的裤，红色的内红，反正就是那个怎么逼一下。所以就是说摆烂式的考科目三到底能不能过，咱们试一下，好吧，随意一些 chill 一些，过了咱们再说。哎呀，应该能过吧，堵车呀，这中秋节还没开始就堵车了，那么堵啊，堵紫了都。堵紫了，完了，不会我们因为堵车直接考不上驾照了吧？完蛋了，考啥呀，考身份证都没有。这个没有身份证考不了吧，应该考不了。九点考过来了，来得及吧？九点七点九点嘛，差一个小时。哎，唱得响亮，赶紧接电话。完了。哎呦，喂，老起了吗？喂，我的身份证在你那儿，我怎么考试啊？赶紧快搭着车过来。喂，喂，你快搭个车。何野老师辛苦你了，赶紧来一下，说不定能考过。我要没考过那更惨了。好，拜拜。哇，我怎么反应过来的呀？怎么考试不带身份证呢？这个人第二次了，第一次考摩托车我也是直接没带证，叫了个闪送。不是，主要是我的一个习惯吧，我坐完飞机之后我就把身份证给上交了。哎，沈教练，你到了吗？我到了，带着一个小时车了，都几点了？我到了，我到了。行，那个我身份证没带，我们是几点考来着？九点考。哦，那来得及，我叫人送了。来得及。富贵险中求，必有收获呀。哎呦，什么炮？放火炮呢？你看，哎呀。这还放喜炮，今天礼炮都给我整上了，我这不能不过，有点过不去了吧？这不是喜炮，对不起，有点。但换个话来说也是喜，我觉得是吧？放炮吗？帮帮。但是旁边不对劲儿啊，哥。虽然是
那那也当然。乔迁之喜，这是乔迁之喜，是吧？也是喜，是吧？对，都是喜。乐呵就是喜。哎呀，想起来挺好玩。这回没上车，想起来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我真的是。这个难道就是我今天穿了红裤的原因？敲醒了我，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。慢慢睁开你的眼睛。我会堵车了吧？1小时06分钟，46分钟。8:50几到？8:54。8:54到我这个地方。对呀、啊。那个踩得太准了。夜间在没有路灯、照明不良条件下行驶。夜间与机动车会车。夜间通过坡路、拱桥。模拟夜间考试完成，请关闭所有灯光。请起步，继续完成考试。1号道，他是1号道，对，那我没走。前方路口右转。右转1号道。如果你前车是这种原因的话，你上不了四档，你就记住了，全程超他，在终点之前任何一次上四档都可以。哦，就不用超他，不用超他，超了就违规了。超他。好，离合一在这儿才分开回半圈。请超越前方车辆。错他吗？不用了。你平常超越前方车辆干嘛？掰灯啊。哦、对。真打那超的。请靠边停车。咱这时候开始慢慢减速。先把车调正，调正之后看我这边是不是大，嗯，对不对？大于1指，往我这边立2秒，反立2秒，再看大不大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那就说明你还不敢肯定。再往这边立2秒之后再反立，啊，现在是不是就小了1指？对，哎，这不就是臀后了吗？哎，别动，靠10分。咋了？没拉手刹。哦，多少吧？对不对？他得1脚对吗？小于30公分，你想你一个脚怎么着也将近小30公分。嗯。所以，当你觉得镜子里边你觉得哎。差不多一米的，那肯定就肯定就比这没条件。爸爸没事儿，今天好。你听瞧，哎呀，先过完科三再说吧。想那么多，又像上次科三那么。对，先把身份证整到手再说。我真的，你真的运气好。我以为是闹铃，我本来想随手按掉的。走吧，走吧，报道去。回家了。那不行吗？行行行。等会儿那边如果过了就过来，在这儿买个煎饼果子。没过那就回家吃好吃的。回家安全带老师没系。没过这3次嘛，3次不过4次嘛，4次不过第5次嘛。今年反正他肯定会过吧。驾驶证绝对是有。对呀、啊，这辈子不可能我连个驾驶证都考不过吧？你这科1都没过你。赶紧来学吧，你
是给他们投资来了，交点钱以为是买基金呢，还能涨点钱，钱一交就不来了。哎呀，秋天了是吧？已经中秋了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，我有你。哟，怎么动了？在九里开始考试，下面可准备。下面将进行模拟夜间城市场景刚刚使用的考试。第二，您主动在五秒内做出相应的刚刚操作，请打开悬挂杆。有那么多沉着冷静，还不是上一次的经验，呵呵，一分没考满分。科目四考不考？咱们做个题先看一看。进入隧道前的路面一般为实线，可在道口超车，可以，我觉得应该超车都会错。驾驶机动车。乘客您好，司机为您服务，一豪华车司机为您服务。啊，挺豪华的，是吧？后面有小吃、零食，还有水，都准备好了。没事，垫几把就会了啊！安好你，你坐。